哦，这张图也真的蛮烂的，烂图哎，今天不适合玩比利，真的。 今天不宜玩比利啊！运气好、哦。他不太会跑，我觉得这边他有点失误。 好啦，至少这张图真的是比上一张好一点了。上一张我怎么玩？这张图算是好一点的，好一点点吧。大概就是从零分变到40分左右。哎呦，太爽鸟！聚到一只小西瓜，太爽鸟！ 守山坐牢就不是我的问题啦，就是人类的问题啊，对不对？哇！ 这就是我说的，为什么比利这么怕木板呢？木板会被他吸过去啊，把他吸过去，然后为人类扛伤害啊。这边应该是翻这个窗，平稳吗？哎呀，没转进去，我想要转进去甩一下，搞不好有机会，没有，没转进去。 这里可以滑一下，可惜，哎，中间卡了一下，不然我感觉狙到他。哎呦，奇怪。 哎呦，他怎么直直跑、啊？早早就锯他了，可惜。哇，差一点。 哎、欸，你又火了，你这人！<笑>可以，我这就赌他不会往回翻，所以我这边做一个侧面90度，赌赢了。 啊，差一点点，运气真好。
一半。哎，路过聚到一只。他们修的这样其实还可以耶，因为还有一台大屋的发电机他们没修，所以他们这边可以补一下大屋的发电机。遇到你咯，赶快挂灾祸，要被修开了，太可怕了这游戏。找到了，差一点点啊，你差点要出事啦。欸 ,nice。哇，怎么知道的？我也不知道，别问别问。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怎么知道的？怎么知道的？我也不知道，别问别问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冲啊，比利！12米，12米 ，nice， 就知道了。啊，比利的过热还是够用的、啊，速度还是够快啊。nice， 哎、欸，这里可以滑、欸，来秀一个看，秀一个看。哎呦，好爽哦！他可以这样一路转过去、欸，哎、欸，哎，再中一次。有没有，他可以这样一路聚过去，哎，好爽哦！无情开展，利落，这就是比利。有哦，这一把对面也蛮强的哦。前期我的节奏也抓得蛮紧的啦，然后还是被修坏剩一台，我已经带了三招控制技能了。我决定了，我就玩这个空间了，我不能再玩一把护士，我想要玩这个空间。哦，我是站在我站在这个铁栏杆上了，你有看到吗？那我还可以站在哪里啊？不行，这样不行。Wherever I go, wherever I go, wherever I see, wherever I see, remember you. If you remember me, yeah. 这有空气墙，我可以飞去那边吗？ Sun hits your face, wind blowing through your hair, snow shining around your waist. How you make me wanna leave? 飞不过去。哎，没有飞出去。我真的想要玩一个比较有想法一点。哦，原来这里我是可以走的哦。哇啦，掉下去了！怎么了？卡在时间的狭缝了，完了，玩坏了，完啦！
好好好，不会挨了，不会挨了。